講真的，個 budget 咁緊，我又唔覺得 Windows 嘅平板電腦抵買咯。後嚟睇到呢部比其他平板翻工做嘢都啱使，仲行埋 Office 又有埋 keyboard 更新，再加上啲微博啊、games 啊、apps 啊任玩，放工至玩嘅。講真的，點計都冇蝕底，咁就冇機會唔批啦。